现在呢，厨艺实在是很多啦，都是一大桌呢，吃了三分之一啊，之二呢，要个鬼豆菜，这是他的面子啊。要请人客呢，都是爱请个讲吼，村落来真多，好，那也有人呢，说什么礼貌啊，吃无个吃个完呐。吼啊，都是老掉，这种的观念都不对啦，吼，吃的呢八分饱足够啦，欠两分，何况讲吼那一趟浪费呢？再浪费就不对啦，要吃的干干净净。想一想，全球70亿的人口啦，每一个人省两分，这样的累积算起来呢？真的是可以救济很多人呐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如何把这样的精神呢传到了全球呢？不分宗教都可以接受到了这样的克勤克俭的生活，那就可以呢有多余多出来的就可以帮助很多人。